随着冬天的到来，虽然疾病变少了，但是还是会出现，像这个，那这个比较像是炭疽之类的东西，那还是要喷药。最近我有一些些末端会出现一些类似炭疽或者是类似细菌性感染，像这个我才刚割掉没多久，所以冬天还是虽然疾病比较少一些，但是有时候还是不太能松懈，像我就是太久没喷杀菌剂了，所以就是最近就是一开始又出现问题点，当然啦，因为我比较密集的关系，所以杀菌剂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成分之一啦，但有很多原主会说他不用杀菌剂，那这个跟管理就有很大的区别，假设他的环境比较干净的话，那不用杀菌剂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像我这边比较密集，那如果你如果不用杀菌剂的话，你会发现你感染的一颗附近就会全中，那会传染给整片，但是如果你有用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病可能就只留在它身上，或是只留在这一区，那这个就是病斑，如果你从后面透光来看，会看到它的叶子里头会出现比较没有那么的深色的地方，那这一类型的大部分呢，现在是看它有没有扩散，因为我有下一个新的药，它是一种治疗性的农药，那希望它可以止住，我现在还不知道，那如果它可以止住的话，我就不会检验，那希望它就可以停留在这一区，所以这是你得了病以后就要观察，观察它的状况有没有变严重，那继续观察附近有没有接受更多的感染，因为它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的，因为你如果附近有虫的话，它就有可能会传来传去，那冬天为什么病会比较少，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虫比较少，病虫害比较少，那病虫害比较少的关系呢，它比较不会传来传去，因为很多的这种疾病都是因为病虫害所造成的，就是你会发现它被咬了，然后它去咬它，那可能才造成它这个叶子出问题，都有可能，所以在这个的冬天其实也不太能掉以轻心，因为通常冬天我们比较懒一些些，喷药也比较懒一些些，状况也比较懒一些些，因为天气比较冷，那通常冬天的时候因为日照比较短，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它的抵抗力会变糟，植物的抵抗力会变糟，所以有些人会在冬天的时候补给它一些人工的光源给它，多一个灯，多照个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让它的抵抗力变好一些些。那因为我们通常你看夏天我们从早上六点开始到晚上七点都是天亮的，那到了冬天以后可能要到八点九点天亮，然后到下午五点天就暗了，所以整整短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这时候呢可能会日照会比较，尤其是如果你放在你的阳台比较内侧的地方，容易造成日照比较不足，那日照不足的状况下就比较容易产生病斑，所以其实有些人会用补光的状况，那大部分的补光灯为什么是粉红色的，你会仔细看很多的植物灯是粉红色，主要因为植物所需要的光线只有两个波长，那一个是偏红色的波长，那主要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些植物灯它都主要有两个 pitch 所组成的，那当然也有全波长型的灯，像太阳灯啊，你像种水草的灯它就属于全波长型的灯，那个看起来就是白光，那但是粉红光看起来就有点像人家夜店啊，或者是比较奇怪的场所所出现的那个光线，装在顶楼总是怪怪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想不想装那种粉红光的话，你也可以去找太阳灯，或者是我们说植物就是养水草的那种灯，那种 LED 灯它看起来就是白光，所以你在补光灯的话你可以做很多的选择，大部分的植物灯是粉红色的啦，那少如果你可以找那个水草用的灯，它就会变成是一个白光的灯，那看起来会比较舒适，因为如果你是粉红色灯的话，你肉眼看起来会整个变粉红色的，会觉得不舒服，所以通常的水草灯都会做成白光，你仔细看都会变成白光，虽然中间有些的光谱是植物用不到的，植物用不到的，因为植物其实只会用到两个光谱到三个光谱的东西做光合作用，那所以你看这个现在已经到四点多的时候又有一点点昏暗了，所以时间过得非常快，所以冬天呢日照会偏少，那日照偏少的状况下有可能它抵抗力就会变糟，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思考模式，像这个就是病斑，那所以呢如果要治疗的话，你可能要大部分都用剪叶的方式把它剪掉，那现在因为我喷另外一个药，那希望呢它可以止住，已经喷了，那现在就接下来看状况它有没有扩散，通
通常你会看它有没有扩散，如果没有扩散被停在这个地方那就 OK 哈，那如果有扩散就要赶快做处理哈。所以兰花的病比较麻烦，它不像一些植物，它可能这边叶子掉了它再长出来哈，这个叶子一片要长非常久哈，可能要半年一年的时间，所以要小心呵护哈，小心呵护。所以兰花其实是比较娇贵型的一种植物嘛哈。 OK，那你看这个叶子非常的大哈，希望不要有任何的病征哈，就非常非常大哈。那这个目前就是它的叶子现在都是这种，都是比较算大叶型的。你种久了，种个三四年以后，它的叶子就越来越大哈，越来越大。那如果你的养分比较足够的话，它也会越来越大哈。那照理说，冬天你喷一些开花肥给它，喷一些微量元素给它，也会比较减少疾病的状态，因为它的叶子会比较厚实哈，相对而言会厚实非常非常多哈，就不像是我们夏天常喷氮肥的时候，它是薄薄的叶子哈，就会变成厚厚肥肥的叶子。那这时候呢，也比较不会造成疾病的大量传染。你会发现这个有可能种就种在末端哈。那只要不要吃到心哈，不要连中间一起烂掉，我都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程度哦。好，感谢你收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